喂喂喂，同学们，我来了。少请舔包，恐怖的一批，来了来了。今天还是一样，吃鸡热把手，吃鸡热把手。感谢大卫德日天的两个飞机，感谢小西姐姐，开始喽！看看第一把能否吃到鸡，感觉吃到鸡不太现实。怎么样，剑龙伞的位置可以吧？哎，跳伞跳的还是有点学问的，第一时间就能进房间。有没有枪那是运气问题，对吧？但是我能第一时间进房间，这就很强。只有绷带吗？很尴尬。二级头盔，一把小手枪，很尴尬。醉着了。不过这附近好像都没人呢。这么多房间里面东西全是我的吗？那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哦，有了小机枪。这个机枪还是很舒服的，空间不足了，很尴尬，都没有一个背包，哇，子弹捡不了了，尴尬。来一个背包，哦，这里没人呢，资源全是我一个人吃，谁舒服？哦，离安全区有点远。没事，我只需要捡个背包就好了。我那边有个车，很快的。哇，终于有了，舒服呀！一级背包，能量饮料还是不错的。好 ，OK 了。哎，我车呢？哦，在这，找到了，溜了。这个桥怎么上去啊？好，从这里 ，OK， 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虽然我在掉血，但是我有车，很快的。OK，OK，OK。老司机了，兄弟，这对我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，好吗？冲啊！对了。就虽然在掉血，但是很快跑到那边去吃个药就好了。我操，有点尴尬，你这离得这么远吗？开个 F1 赛车都，哦，很烦，有点慌，有点慌。哦，反着了！我操！有点伤，有点伤。哦，这才是对的。电脑有点痛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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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啊，有车还是很快的，就朝着方向就对了。哇，安全区这么小了吗？快快快快，兄弟，很痛很痛，我要吃个药了，要治疗一波，治疗一波，要醉了要醉了。哎呦，快快快快，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！哎，兄弟，怎么这么快？嘚儿！多捞啊，对吧？这么好的一身装备，结果吃药晚了0.5秒，有点无语。这把
其实我不应该找那个背包的，我直接就溜就好了。我这身装备带齐了。下次我应该及早的去安全区。刚才我那个治疗包只要吃起来就 OK 了，没问题的。我身上还有很多药，这身装备杀到安全区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很烦，很尴尬。居然一个人都没杀，我的天啊，就死了。这把我还是早一点去安全区比较好。这把就直接捡到枪就杀人去了，不要再像上一把那么二了，直接人没杀就死了。怎么样，我现在跳伞的水平是不是很屌？落点位置都是最棒的，看到吗？哎，落点位置非常完美，可以说非常完美，看到了吗？哎，第一时间就能进去，多帅啊！二级防弹衣还不错，来一把枪好吗？没枪就很尴尬。哦，背包舒服，二级背包，哇，无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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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感觉东西还是不多。这个房子里肯定没人，我是第一个进来的。还有一层啊，阳台的。哟，还有一层啊，阳台的。哟，哦，这上面怎么有个人啊？哦，他怎么上去的？哦，这个怎么上去的？很奇怪，再来吧，再来吧，最后一把。哇，这个很奇怪，我是第一个到这个楼里面的，他怎么都已经把枪都已经带好了，跑到这个房顶上去了？难道说他是从别的楼里面跳过来的？傻逼，跳跃，怕什么？傻逼吧？有人在骂。傻逼，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。这些人啊，真的没事在飞机里面。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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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。哎呀，每一次在飞机上面，这可一定是在骂人，一定是在骂人。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要以骂人的方式来打招呼呢？哟，也有人降落在这里吗？跟我争夺这一块地盘吗？三个人，就这个白色的房间，这个楼层是我的，霸占它。这把我都不相信谁还能杀我了，你还能到我，你还能比我快了。杀人去了，杀人去了，找人杀去了。这把我要打凶一点，我要入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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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事，搞事。这把不要再坐以待毙。我看你捡东西，我让你捡东西，他这一哇四倍，这把打的就是要凶，懂我意思吧？我现在有四倍望远镜，我找个高点去狙击的，很舒服。最好能给我一辆车。62个人存活，我这把一定要占个有利地形，说不定能吃到鸡。我现在需要再杀一个人，捡一把好一点的枪，能够让我的四倍望远镜发挥出来它的用途。很垃圾，或者搞一把 AK 也可以，来一个那种点射枪，狙击枪配上望远镜就无解，真的。这个散弹枪配上这种望远镜就浪费了，你知道吧？很尴尬。这个房间可以去探一波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杀掉。主动探进去的话容易被人家狙击，但如果他们在捡东西的话，那肯定是我先手，就像刚才我杀那个人一样，他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。因为哎呦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先找个掩护。那个房子里面有人，感觉这样冲过去有点不太好，但是我胆子大，决定跟他绕一声，从要找建筑这些东西挡着，哎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把他给干掉。我已经开始接近他了。
哇，这个人趴在这里把我带走了，好气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又被人偷袭了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趴在那边。